看到斜线，资料里面有就是会按右，等于是自动帮我做一件事，自动帮我把什么呢？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格式变成日期格式。那因为这样关系哈，如果你将来呢再输出数字的话，它这边因为已经格式被改成那个日期，所以输出的话，哎，就变成日期格式。 那这样当然，如果说你要把它改回来了，你可能要不就按右键储存的格式，把它改为通用，或者改为数值都可以了哈。假设改为通用，它才会回来。但是呢，你想说老师，那不可能每次哈，我按下去，然后又回来，然后又有没有？它又一次。那如果我希望呢，我能够按键哈，不用做那个。 键盘滑鼠去控制，而是用 VBA 控制的话，那其实你只要写，很简单。不过这边可能要学会一个，就是怎么按右键哈，储存的格式里面变更为格式的这个 VBA 程式。那这个程式当然有几种做法，如果你不会写啦，录制句集可不可以？可以啊，它也会帮你产生。不过录下来的东西会一串很多行。其实如果你要自己写 VBA 的话，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我写给各位看一下啊，第一个你可以写哪里？在输出这边的话，哈，等于补充一下，因为同学刚好问到，那我们可以写在哪里？当它全部输出完之后，所以写在最下面那个 next 的下方，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啊，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哦，帮我做那个范围，所以你第一个用 range 物件里面告诉他说啊，你从D2：到 D 多少呢？哎 ，D9 好了，好加这个范围。那你可以用追踪的。D2到 D9呢，点里面有个属性非常的重要、哦，这个属性就等同是按右键储存的格式，它的名称叫 number。你打个 n 向下填满，哎，向下选啊。其实我建议哈、哦，你可以不用自己打，用选的，你打个 n 往下选会有个 n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选项。 等于什么呢？如果你将来呢，希望哈，它里面是放一个数字的话，那你记得双引号里面放一个0就可以了。这个双引号里面放的东西哈，就等于是你在这个地方里面按滑鼠右键去储存的格式里面哦的制定去改这边是一样的道理，就把这边改成0。好，这个动作是一样的哦。好 ，OK。 你看按确定，哎，它这边会改回来。那如果说 VBA 里面哈，就刚刚讲的那一行程式而已，好，所以我们试一下哈。基本上做完之后哈 ，number form local 哈，然后把它改一下，去除哦，哎。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哎，这边 OK 哈，变成什么样呢？输出本来那个什么呢？这边已经 OK 了，但是怎么样？这边变不 OK， 为什么？ 他帮你改成数字，别人说他改了，那怎么办？啊，没有关系，你就是再把它改回来，改成什么呢？按右键储存的格式，那你可以看一下、哦，你先改为日期。那可是日期这个格式你不知道里面放什么对？你可以先点日期，再点制定，有没有？它会出现4个 Y， 一个斜线，一个 M， 再一个斜线 D。那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记一下，或者复制一下，贴到哪里呢？贴到我们刚刚这边来就可以了。 哎，我一样哦，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改了数字，那 Ctrl C 在哪边改呢？在去除栏名的最下面一样，再针对那个范围修改为什么呢？修改为4个 Y 斜线，哦，一个 M， 一个斜线，再一个 D。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改完了。改完之后哈、哦，等于是说呢，如果我今天 输出资料的时候，它是数值；输出那个日期的话，它一样会帮我把它格式。所以基本上哦，两个地方，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这边吧哈 ，number format local， 反正这个 range 哈，里面呢，如果将来你要做任何范围的储存格式的话。 等同是你按滑鼠右键储存的格式啦，哈，反正同样动作的话，那你记得就是改 number format local 等于后面这一串就 OK 了，好、哦，这个还蛮重要的，哦。可是如果不改格式，我可以直接把它加上双引号把它就是整个字串搬进去。因为我们这个后面就是在前面再剪下来贴上的时候，对，你去抓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把它设定成是字串的话，会不会就不用做这样？不过因为哈，主要为什么？因为是 VBA 哈，你本来丢一样是丢文字，但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文字里面哈会有两个斜线，那它只要这个也是 Excel 太聪明的地方啊，它只要看到有两个斜线，它就自动帮你转日期。这是它自动转的，而且这个功能哈，除非好像你可以把它关掉啊，不过可能要再找一下里面的设定，就它只要遇到这个，它就自动转成日期。那当然这个有个好处啦，就是避免错误啊，不然以后呢，如果没有帮你转的话，以后你要做日期的运算就会发生错误，因为你看起来以为是日期，但实际上它是文字，你就无法做后续的那个日期的计算了。哦啊这个。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个对，现在整个反白地方把它直接加上双引号。这里如果说你要把它，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说因为它本身丢过来的就已经是那什么是文字，只是说丢进来之后它自动帮你转成日期，那但是除非说你又再把它转回文字啦。对，就 text。test，可能我试一下，也许你可以在这边再多做一个动作，不过我不确定哈。这边也许你可以什么，再把这个哈用成什么 CSTR，CSTR 就是转换成文字的意思，然后再把这个丢回去。不过这可能我试一下，因为有。这个意思就是在转，不过我觉得应该也没办法，我看一下，因为它只要遇到那个两个双斜线，它就会太自动了。好、哦、啊，这边我们试一下，看会不会这个出来的东西哈、啊，会不会是如我们所想的这个方式啊？那有些东西可能要试一下才会知道。那我这边试一下输出，不过看起来哈、啊，按右键输出的格式，它还是没办法，所以哈、啊。只要它遇到两个斜线，它就一律帮你加上这个格式，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方法也不行，即便你怎么转都不可以，所以只能从那个格式里面 number form local 去下手了。好 ，OK， 所以顺便补充一下，因为刚好同学问到，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所以这部分哦，你怎么转都不行。好啊，主要是还是要有那个。资料形态的概念，就是说在 Excel 里面哈、哦，你放进来的东西哦，好、哦，如果说它是那个什么文字就是文字啦，数字就数字，还有日期就日期哦。啊，不过有的时候哈、哦，就是因为转进来的东西，可能你看到以为它是一个日期，但实际上它却不是一个日期。像之前有同学就是可能从 ERP 转出来的东西，哎，奇怪哦 ，ERP 转过来的东西哦，它因为它可能帮你转了，变成一个日。不是日期，看起来是日期，但是一个文字，那你那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呢？把它转成什么？一定要是日期才有办法做后续的运算，哦，否则的话它没办法做运算哦，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要还用 date 函数去把它转一下哈、哦。好，那刚刚主要哈、哦、就是再加上一个 number form local 哈、哦、就 OK 了。那其他这个像 indirect 哈、哦、这部分 DEFG 哈、哦，这个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在像这个肉这个刚刚讲过了，所以你用那个刚刚讲的那个这个哪一个呢 INT 这个哦，哎这个其实就可以，所以以后、哦、你甚至可以拿这个当成范本哦，以后的话如果遇到类似的，你可以拿到这边来用，就是这个公式哦，直接把它贴上，前面加个等号，因为刚刚我把那个公式给拿掉哈、哦，等号，那这样的话呢，后面就是1111222，这个应该没问题，从到底下。所以1到8就没问题，但是 DEFG 这个可能就有问题。那其实你也可以拿刚刚的公式来改。刚刚那个公式的话就是，MOD 这一个。不过 MOD 呢，它最后抓到的会是1234，但是我要的是 DEFG，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先等号等于1234哈，但是这样应该不 OK 啦，所以怎么办呢？我如果要变成那个什么呢 ？DEF 区的话，你还必须要把这个公式哈先减下，不包含等号哦。放到哪一个呢？哎，刚刚有提过哦 ，CH 有没有？那个文字里面的 CHAR， 而 VBA 的话呢，刚好就 CHR， 哦，两个作用一样。贴到里面之后的话，它是1，可是呢 ，ASCII code 内码表里面的 D 的话哈。它是 A 是65嘛， 66、67、68， 所以我们还缺多少？ 1再加多少？ 67嘛哈，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再加67，你可以加在后面，或者加在前面都可以。加67或者67加也可以啦哈。好，加完之后的话，它就会帮我产生一个 D， 按确定。那这个时候呢，我往下一拉 ，DEFG 会不会出来？哎，出来了 ，DFG， 往下填满，放开 ，DFG， 哎，全部都 DFG， 所以做完之后哈，那我当然可以怎么样？利用合并的部分，可以插入一个 DAFG， 哈 ，OK， 那我就可以用刚刚用过的、最近使用过的 INDIRECT，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 AND 串接这个。好，它串起来就是 D1， 哎不对，不是应该不是 D1， 应该是 D2 吧哈，所以这边怎么样，把它加2就好了嘛。OK， 刚刚有讲过，加1就从1开始，加2呢，哎就是从2开始，所以向下填满，刚好就2到9放开。OK， 所以合并的话呢，那就 indirect 直接去这个串什么 end， 然后串后面这一个，串起来的话呢就 D2， 然后向下填满。放开 ，OK， 好、哦，不过我这边好像录制时间我没有把它删掉啊。好啊，这样应该可以理解了哈、哦。那其他细节部分，我想哈、哦，就请各位自行再把它完成哈、哦。那最后哈、哦、，VBA 部分哈、哦，大家也可以把它合并啊，这边把它合并起来。啊，逻辑的话，其实跟刚刚那个部分还蛮接近的。只是说呢，在其实合并的话，在 VBA 里面哈、哦，也会牵涉到那个，for i for j 这个范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来。不过其实 for i for j 哈、哦，其实也可以，直接一个抓，放到指定的位置。哎，那这里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k 就可以了。我是用 for each 啦，不过如果你不用 for each 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for i 等于2到 9，for j 等于4到 7， 然后我就抓到这一个，把这一个抓到指定的 sales 的哪一 k 等于2嘛，从第2列，所以 k 逗点 i 栏等于 sales i j， 哎，程式写完了，后面的话呢 k 等于 k 加1，全部都搬过来了，哦 OK， 但我讲义里面是用 for each 啦。那如果你不用 for each， 我们用刚刚的概念写的话，其实哦可以写成，合并的部分，我看一下，我好像是写 for each。不过如果你不写 for each 的话，你可以用我刚刚写的方法，就是 k 的方法哦。那你如果当然直接可以把这个程式哦，有时候偷懒一下哦，也可以把写过的程式拿来用。k 等于2，指的是要抠到 i 栏的。第几列？从第2列开始，所以 k 等于2，然后 i 一样是2到 9，j 一样是4到 7。那我关键的地方呢，其实输出结果哈，记得是后面的东西帮我写到前面。那前面的话呢，我是要写到 i 栏的，应该是 k 列的 i 栏，所以把 sales ij， 它因为它抠过来，所以把它写到后面，这个写到后面。那前面的话呢是写什么？写那个 sales， 好、哦，这边有个 sales，k 列的逗点 i 栏，所以它后面的东西呢会帮你抠到前面。啊，记得最后的话呢再加一个 k 等于 k 加1，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抠一个过来到第2列了嘛哈，然后第3列、第4列以此类推，好，一直往下。好，所以其实刚刚的这个程式啊，合并的程式呢，其实可以拿刚刚我们写过的那我只有改一个小地方而已，就是把 sales IJ 放后面，前面的话呢就是 sales 的 K 列的 I 栏，应该可以看得懂了哈，前面都有写过的，我只是把前面的程式拿来改哦，改完之后呢，理论上应该就可以了，试一下就知道啊。如果我是建议哈。如果你刚开始学那个 VBA 哈，假设你没有把握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按 F8 逐行跑，除非说你已经很有信心的写很久了，应该没错，你就直接执行。不然的话，我是建议哈，你可以按 F8 逐行去跑它。另外的话呢，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设中断点啊，中断点就是你停住，再配合 F8， 反正还是中断配合 F8。那中断的好处是。你就不需要一直按啊，你直接停在你可能觉得会比较有问题的那一行程式，好，然后呢再来一句逐行跑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哦。基本上哈，这边我还是按 F8 好了，我们逐行来跑。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后面的东西啊，可以把它就是拉跟 VBA 浮在上面，然后两个互相参照。那比如说按 F8。K 等于2嘛，意思就是我要输出到的是从第二列帮我输出到 I 栏，然后这时候的话呢 ，I 先抓第一个，所以 Sales IJ 的话会先把入职时间抓到第一个储存格，有没有？现在把入职时间抓过来 ，K 等于 K 加1，帮你加1了，所以 K 现在等于2，意思就是说呢，我要放在 I 栏的第3列，要抓下一个资料，所以名字。然后它的工号、它的内部电话啊，以此类，再来下一个，一样哈。所以你会发现哦，全部执行，跑完了 ，OK， 所以应该没问题了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只是拿刚刚的程式稍加修改，其实就完成了。那另外当然我在讲义里面有一个 for each 的写法 ，for each 的话呢，你当然另外一种写法是。可以告诉他说，我要的是这个范围，而不是说我指定哪一栏哪一列。然后呢，你把那一个范围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的抓出来丢，也可以。两种方法哦。那至于哪一种方法你比较，我是觉得你习惯的方法哦，就相对的会是一个好方法哈。OK， 应该没问题吧？哦，没有反应。那可能无穷回圈，会不会？因为没有多过那个刚才的 number format 哦，那个没有影响啊。那它有动嘛？不然你就按 F8。有的时候如果说它有没有执行啊，没反应的话，其实按 F8 也是一个。它 F8 的话，它会一行一行告诉你说，哪一行每一行有没有在动作。你可以把游标再放在那个每一个变数上面再去检查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又把